要冲一杯好嘅咖啡，要好多方面嘅配合，咖啡豆啦、水啦、时间、环境，甚至系心态。一方面出错，都会影响咖啡嘅味道。世界上唔会有一杯所谓最好嘅咖啡，因为每个人嘅口味都唔一样。几好嘅技术都要加上经验同埋感觉。我尊重每一杯由我自己亲手冲嘅咖啡，我唔容许任何出错而令到杯咖啡变质。呢杯你试一试，唔饮啦。要饮嘅就新年坐低陪我慢慢饮。